谢大家愿意在那边看我们表演，然后大港台唱真他妈干得好，南部就是需要这种东西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用你们的行动，还有就是身体力行去做你们觉得对的事情，不管是支持乐团、功课，或是家人什么也好，那总之就谢谢你们站在这边，然后每次来高雄，我觉得观众对我们好好，不管人多人少，他们总是会很热情的回应我们。谢谢。然后等一下下一团嘴哥一定要留下来看啊。好。好。来谈高雄大团了。好。哦，下下团哦。下下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几点啊？你直接跟我讲好不好？9点。哦，9点，9点嘴哥啊。然后下一团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通常大港找的团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好吗？虽然我今天一直放枪，对不起。对，这一的伙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
继续加油。